偶挤出。通过定型筒的冷却定型，经展平支架展平，牵引机牵引，到收卷机收卷，根据客户需要的产品长度，由计米器自动报警，而后换卷称量包装入库。设备的型号分别有 FC-90 型、105型、120型、150型、170型、200型。日产发泡布分别为2吨、2.5吨、3吨、5吨、7吨、10吨，客户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机型。